大家中午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能够莅临，特别是我们吉兰区 YB 黄淑琪。2023年是晨曦之美成立15周年庆，此集团呢也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最重要的一年，因为明年我们要上市。我们都秉持着为消费者带来无限的健康，也为股东人创造利益最大化。我们的初衷永远不改变，我们致力发展世界领先食品生物科技公司，首开先河推出风靡了全马的综合谷粮公司，之后我们就慢慢提升到针对性的谷粮，然后再提升到多功能性的谷粮，我们不断的突破，与时并进，在创新食品科技为消费者带来无限的健康，现在提升到植物性的蛋白食品，从喝的提升到食品。今天作为一家已经成功转型成为食品科技公司的我们，我们的团队研发是顶尖的，我们也是马来西亚首家粉状植物均衡营养蛋白 WonderMeat， 让集团再次荣获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为此我必须借着这个机会感谢公司的董事部团队们以及全体的股东的付出信任以及支持，让集团一次再一次的取得最大的突破，为世界人口开创健康环保饮食新风潮。我深信，更加相信 WonderMeat 面世后将能改变世界人类的生活品质，同时也能号召更多的人一起共建永续家园，协助减轻目前世界面对的地球暖化与粮食危机问题。最后我再一次感谢我的团队、董事部、全体的股东以及所有我的商业伙伴们，在这15年来不遗余力的支持以及绝对的信任，让我们能够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迈向美好的明天。谢谢，感恩大家。